餐啊，老板。这是华伦餐吗？有面有饭。有当地的那个。还有水饺。这是看一下吧。还是开始叫 open 停。你那种多个人进去的。open 7 day 哦，只有华人才这么权利而已。把那个车的那个路费，把它换成3个月、3个月半，给1年800多块。等于说我们下个月给，这个月给800多嘞。啊，有面啊，有炒饭啊，哇，这个不错啊。有鱼，有虾饼哦。Hello。你是从哪里来？马来西亚。啊，看from马来西亚。哪一边？哇，吉隆坡人啊。我们雪兰莪。雪兰莪。有东阳汤咖喱都是配面。哦，都是配面的东阳咖喱。哎，它有咖喱拉萨吗？对啊，咖喱拉萨喽。你们那个马来炒面了吗？大厨也是马来西亚人。哇，不错一下，来了这么远还是吃到马来餐。好，然后是小弟要分答，这个分答，大饼。You which paper wrapping 吗？我的。OK， terima kasih。你是多年没有回家？差不多4-5年。四五年啊，跟你差不多一样哦。还有什么？你们这两块有算进去吗？啊，好，91块算。好。你就叫四川饭了。四川牛。为什么？四川牛。然后那唐诗是在地信啊。尝一下。一块四川牛肉。你看我这个袋子这么小。你放在这里正合适。他叫你把它收上来。哎，快走了。来看好不好吃，收上来，收起来，我不用用了，那有吗？他没有，不是吗？哎，很软很嫩，这个给他拍下来，嫩，这等于说好吃，这要比帝王之家好吃过。比那个小豹子的好吃，比小豹子的好吃哦。它嫩吗？这个我觉得不错啊。有的煮肉煮老了。哦。嗯，对，这个。肉煮老就差。这个很嫩，真的是不错。来了，马来炒面，这个云吞面、碗汤面。有碗汤面，给我吃一个碗汤。靠，我蹭了牙齿。我吃一个碗汤。牙痛。海南面这么大。我吃不完估计。没有一个。小弟，我你老爸可能吃不完。他吃不完的。吃不完，我不吃。他不喜欢吃那种面的。我这个面他可能就是。我这种面你吃吗？是。啊，那你等一下我吃不完的，他吃不完你就给我快点给我讲嘞。那个黄面。春卷。哦，谢谢。这什么卷？春卷。你叫春卷。嗯。卤一个。很少包的啦，都是厚的啦。你那个眼镜不拿，不然骂一骂，怎么起雾了？小弟的也是。
对啊，给你那个抹布的布吗？都没带。没带。你没有放在你那边吗？这个你是什么？炒粿条。炒粿条。炒粿条我也吃不下。所以你还是一样有挑食的那个啦，不要说我们挑食，你一样哦。我吃一口炒粿条，我能吃，但是我不喜欢吃很多。哎呦，比那个舅舅煮的好吃多了，舅舅黑暗料理。我吃是可以吃，但是我不喜欢吃很多。他没有辣椒。这个是猪肉的。哪个？这是蔬菜的。你这春节里面有肉吗？有，也是有。OK。